机太稀有，生存靠机器，公交自由，半生通勤，纵观继续化成为零。今天休息的时候有去吃饭了吗？吃了。吃了。有些吃，有些没吃啊。吃了。太好了。因为晚上我们可能下午的时候我们会比较轻松一些，然后大家也看了，就是打打游戏啊，玩玩麻将啊这样，然后听听音乐。那晚上的时候，灯光也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开一个开开心心的演唱会，好不好？我刚刚不是迟到了，我是因为我没有想到成都的天黑得这么晚，然后后来我本来已经要上场了，发现天太亮了。又觉得我们的这个开场的舞台很厉害，如果天没有暗下来的话，这个效果又出不来。总觉得大家既然来到火星，一定要看一下火星最厉害的样子，所以
所以我们就稍微的等天暗了一点之后我们再开始的。怎么样，还满意吗？这个好，那我说今天晚上主要是听听歌，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也是一首我自己创作的歌，然后之前是一个电影的一个主题曲，《使徒行者》的主题曲。跨过天际雨后放晴，跨过星云我却看不到，没有太多诉求，远大的和平命令妈咪刚进城时总听到平安你在哄你，这心灵被一起撕创意，但是别再要冷漠，举起双手热情相拥，别再太沉默，无关利弊或对错，勇气一直在成长，等激素过了一夜，春风来临，万物生长，改掉一切的莽撞，不知抵抗，便要承受无知的绑票，想要不忘初心，有过的理想依然坚信，很难过当初预设所有努力做的承诺却沦为化成风一场空，回头看再次深渊，一路风景做个矫正，直到我满意，老天给了我努力，从内心倾诉
我今年在年初的时候有发了我今年的新的专辑，第五张专辑，然后大家有听吗？其实感觉我说这句话很废话。其实我之前有发每一首歌的时候有介绍说，那我这张专辑其实和我的第四张专辑是有点像，怎么说，承上启下的感觉。对对对，然后其实在讲内容是，其实是在讲的差不多的内容，只是我上一张专辑写的内容比较大，都是在用一种相对视角来写，所以写的都是爱这个世界，从很多个视角来去看，应该是从第三视角来去看这个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大自然与动物的关系，讲的东西，所以题材也比较大，就像刚刚开场一样，神树，然后包括刚刚上一首歌《七重人格》，题材都比较大。那我的第五张专辑呢，写的内容其实是以小的视角，以第一视角来写，但其实写的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第一视角写的话会感觉会比较矛盾一些，写的内容都会偏，感觉会更矛盾，对。然后那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写的主要的内容是在讲生活，那我觉得生活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题材，因为我觉得人是很复杂的一个动物，所以其实也就意味着你的生活就自然而然会变得很复杂。那可能你会遇到一些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或者工作上的压力，比如说像飞行模式，帮你在像社畜，对，压力大。那有时候你会因为工作呀，或者是朋友啊，或者是感情啊，家人啊，可能都会让你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所以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的节奏越来越快，那我自己可能也会有这种状态，然后所以我上一张专辑就写了一首歌叫做《好想爱这个世界》啊。但是那首歌其实当时写完之后，我有说是因为其实是写给大家听，是写给抑郁症患者的人听，然后希望那个歌是可以在他们听到之后能够对他们有一些治愈。然后那同样第五张专辑，所以说《好想爱这个世界》其实是又从结合到第一视角来去用第三视角的方式表达出来，那第五张专辑就有开始写一首歌，相当于他的姊妹篇，对，叫做《好想我回来》啊。那这首歌呢，其实是跟相当于是在从第一视角来去写当时的这种矛盾的这种焦虑的这种状态，和很想让自己早日脱离这种伤痛，想早日从这种精神状态里走出来。那接下来我要演唱这首歌，好想我回来啊。
世界有神秘有失落。我该要怎么做，新的未来才会兑现承诺，躲在角落会让人更焦灼。Thank you.
Thank you.
好想爱这个世界这首歌之后又想了很多，觉得就是感觉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冷漠，但有时候又觉得很热情，就是感觉好像该怎么讲，就是自己在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有时候会想要多出去看看这个世界，然后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发现感觉每一个人都把自己保护得很好，然后会觉得你有时候会分不清它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就也在思考，那感觉看似很正常的人有时候在我的眼里面有点疯疯的，反而那些被大部分人去攻击的那一类人，在我眼里好像有点点还挺可爱挺正常的，至少他们有时候说了一些不太敢说的话，别人不敢说的话，所以就觉得不知道如果用第三视角来看的话，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又可爱又矛盾又疯疯癫癫的，所以我就写下了一首歌。有时候火星不太会被人理解，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火星是一个形容词，大家在形容一个人像从火星来的一样，是在形容这个人可能比较特别或者是厉害或者是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是火星的居民，那我们是不是在别人眼里看似不正常，其实才是那个最正常的。那接下来这首歌I want to know,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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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也是一个机器，为自己解密那些忽略了、错过了的证据，都指向了未知的叶子陷阱。在这幻世界中，会有多少可能接受 ？I wanna go oh。
边就直接打过去，那就不能拍啊。
难说一束闪烁，我心里的锁。我刚刚其实有讲了风雷乐，然后那包括刚刚这首歌《黑白艺术家》，其实我。写今年第五张专辑的时候，我有讲很多关于生活上的一些遇到的困难，或者是我们大家都会遇到的一些难题。但同样
也会希望说，我也写了很多很快乐的歌曲，希望就是就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在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应该要鼓励自己向前看，然后至少还在活着，对不对？所以就有写了很多很快乐的歌，很温暖阳光的歌曲。那这些歌曲可能等会再唱。那其实就是所以我想说，其实就是可能有时候人会犯懒，会觉得哎，我明明不想做这个事情，但还是要坚持去做。然后做了，但是可能有时候也不会很开心，但是不开心呢，还得不断的鼓励自己，激励自己，然后呢，要向前看，然后觉得也许某一天会变得更好。但好像我觉得烦恼是无休止。谁说摆烂？我告诉你，真的，你只要你摆烂了，你也不一定会快乐。我想摆烂。在火星是没有烦恼的。什么？有？不是只有我在，大家就快乐，而是火星。我觉得火星是我们大家一个共同所维护的一个家园。我觉得所有人都在，我们的火星才成立，对不对？我接下来这首歌呢，会是我第五张专辑的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是做一个，它其实这首歌是在做一个第五张专辑的一个总结，就是